接下来我们来试盗魔法师的最高伤害，来看一下，我们把技能确认开起来。这个是身旁会有5倍的攻击加成，如果是魔族或水队的话，那这两个就有吃到了。再来我们开这个，然后看一下炎龙波，总之开开，全部都开开。好，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排珠，完美，就这样子，完美版面，好不好？产生了，现在就是看伤害的时候啦。看天降跟看伤害，希望可以天降到很多，拜托。这句话不是立 flag， 但是我真的希望可以天降多一点。还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极限伤害。然后龙科带来是自制龙科。好像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目前还蛮 OK 的，太好了，至少是那种正常的天降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五十级，这个龙科，这个天降很棒哎、欸，太神了！哎、欸，60，刚好60哎、欸，这代表说，六周年合作啊，没有啊，官方六起来啦，这伤害蛮极限的哦，只要我能够把龙科分数给玩好。今天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，朋友，这个伤害很狂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伤害有多少，应该能够打出史上最高的伤害了吧？这现在才敢讲这句话，这句话蛮作死的，应该是蛮扯的伤害啊。来看一下伤害，这多少？哎呀，有一些没有办法打出伤害，怎么回事？但是我们单靠那一张的伤害。有人可以算出来吗？超扯！